第一季 Plus League 总冠军赛今天正式揭开序幕，由联盟例行赛胜率将近八成的台北富邦勇士主场迎战挑战赛胜出的台新梦想家。勇士喊出了 All for One 的口号，希望打出团队，为集团六十周年拿下历史性的联盟首冠。今天到了冠军赛，讲再多、练再多、做再多都没有用，我们只要好好的享受比赛，赢下比赛，这样就够。Enjoy the game, enjoy the game, Hong Kong, Hong Kong。快攻来了，张宗宪的射门得分，三分外线林志杰突然间的拔起命中，野兽发出怒吼，杨敬敏这个地板球送得漂亮，得位来个 N1。 志杰刚刚爬起来的时候跟裁判有点小小抱怨，但马上回去进三分，用实力来说哈，德威这回是在三分线后面的出手进了，哇 Thank you very much。德威三分外线头上赢了，再来一记 ！Are you kidding me? He is on fire！ 台新梦想家凭借着李德威个人单节十四分的爆量演出，在前面的十二分钟以31-28暂时领先主场的富邦勇士队。王柏芝挡都挡不住 Mike Singletary。经过 Terry 抓到进攻篮板，上力又再响了，单节已经两次的 N1， 守不守得住换防之后，外线的 Singletary 再来一记，从落后到领先了， Singletary 就是关键人物， Tix 前入篮下得分，双方43-0，李德威的弧顶三分又来了，上半场个人第四个三分球。林志杰的假动作，把两名防守球员晃起来传给蔡文成，哇口哇，后面驼城跟进陈正杰的，哇，这段时间他们进攻篮板抢得凶哦。对，张宗宪来挑战禁区的脖子 ，N1， 又是前面快攻的机会，2-1 ，Single Terry 踩稳了脚步，把分数放进。陈正杰单节七分，把领先又要了回来。不错，球回给张宗宪外线的投射，有三分球。你看，最近外线又是安泰的张宗宪。志杰先生哦，林志杰叫蔡文成跑另一边。蔡文成也确实遵照老大哥的旨意啊，三分外线上手开花，一个后仰的出手进，单节八分，又要回了领先。三秒钟拆炸弹的是杨敬敏，他可能没注意时间了 ，shot clock 时间已经到点，三分球，裁判说算，许俊哲教练直接走到记录台说这个球有问题，因为这个。分数真的是太关键了，对，太关键了。还有不到三分钟，比赛结束，梦想家在杨敬敏投进之后一分领先。勇士守着人盯人，一个掩护中外线，陈正杰在和平篮球馆，他真的是有办法。哇，这是一个掩护之后重要的三分外线，下半场的陈正杰拿了十分，比赛结束。梦想家最后是114-109。在客场拿下了胜利，这是他们今年球季在和平篮球馆的首胜，就出现在总冠军系列赛的第一站。从3月6号那天开始，我们8连胜，各位，第一场球对的是谁？就是他们啊，就是梦想家。可是我们的 Game One 里面，我们第一场输给他们，他把我们的连胜断掉了之后，那我们重新必须要站起来。A winner never whines 是什么？就是赢家从来不会抱怨。我们不可以再回到第一场球啊，抱怨裁判那没有吹啊，那什么啊，那没给我们。No，
24小时过去了，各位，我们应该要向前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当个真正的赢家，重新再站起来。来，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在场上，让我们的球员做出每一个判断都是最正确的。再一次用最谦卑的心去面对这场比赛，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Let's go, let's go, get this win, baby. Let's win. 加油！Offward, go! 继续加油。Offward. Bosnick 总冠军系列赛的第二战，那今天塔克老师要披挂上阵，就要证明联盟得分王的身手呢，还是有他的价值。勇士今天就背水一战，如果你带着0-2的落后去梦想家的主场，非常的不妙。杨敬敏在三分外线再给 Hicks 四十度角的出手，哇哦，一开始还是很准啊，哇，延续他的手感啊，双方都打得很凶啊。Tinker Terry 球给小夫，哇，上一小时 Allen， 哦，好球，好球，林志杰，漂亮的 Give and Go 跟小夫配合。掩护之后，哇、来了，给他找到了投篮的准心之后，哇，就上场了。Tinker Terry 跑得更快的是张周俊，地板 ，Seven Hicks， 呼呼，火锅伺候。塔克老师给到左边钱肯尼底线的埋伏出手 ，Nice， 哇，这个塔克老师传得漂亮。梦想家在第一节的五个 Field Goal 全部都是三分球啊，哇。双方节奏打得真是快，进攻犯规，真是快。韦如已经把边线给踩住了，地板球，好球，林书伟 ，Nice，Good pass， 哇！阿敏接球，他有点打一个这个控球后卫的感觉，在三分线外正中线紧贴的情况下出手，塔克老师在坦克的掩护下投进，前面四打一啊，张宗宪不客气了，哦。哇，林梦学这个拉扯篮筐哦，对，毁掉了自己队友的一个 N1 哦，没有必要哦。对呀，对呀，大人 ，Here we go， 来，对，是张东宪两罚。又回到11分的差距，这边应该会单打了。中线飞的位的出手进，哇，又失误了。好，还有时间，剩下2秒钟。左边的上篮得分 ，Mike Singletary。上半场打完，55-39，双方的分差来到了16分。哇，真有！这个也不好惹，切入到禁区，真的不好惹啊。塔克老师跑得非常快，前面只有大房东一个人回防，给到钱肯尼。哇、wow. 哦！中线来得很快哈。哇、wow. 哦！好球啊！中线的拉杆。哦、oh.。水蛇腰。勇士队主场的球迷呢，终于可以非常开心的看到他们把这个系列赛给扳平，106-82，富邦勇士在主场将这个系列赛扳成了1-1平手。疫情的关系，有 CDC 将防疫的层级提升到了2级，所以说呢，停止室内100人的大型集会。今天彰化县立体育馆呢，将会进行的是闭门比赛。今天开始是没有观众的比赛，没有观众的比赛怎么打？就在场上沟通越多的那个球队就会赢球。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队友跟队友之间有没有默契，跟有没有利用沟通来帮助到球队来得更好。哇，张宗宪台湾喷射机很快的开进来，用起飞的方式拿下分数。钱肯尼，哦，哇哦，挑篮，
面对禁区两位常人啊，曾祥军以及赛瑟夫毫不畏惧的放进分数。哇，张宗宪在今天开赛哦，表现得非常活跃哦。对，又是一次快攻的机会。哦，钱肯尼现在跟张宗宪互别苗头啊。我是来看到是林志杰在弧顶开火，三分线外。张宗宪在底线出手三分球，哇哦，勇士背靠背的开火啊。Joseph 45度角三分线外开火了。蔡文成今天第一次的出手，在外线也来一发。富邦的这个三二区联防，他在45度角跟底线，他又会有做这个包带包夹的这个防守，在切入之后马上会做一个包夹。林志杰今天第二颗的三分球。要小心他突然的切入，说着说着就来了，是一个进算加罚 M1。今天钱肯尼跟台湾喷射机张宗宪呢，是两队的各一把利刃。哇，李德威翻身跳投的 Whisky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来喽！哇，靠着 Hicks 的三分球超前比数。哇 ，Stephen Hicks 个人背靠背的三分球，大房东在三分线外收房租。插板得分！哇 ，Victory 在上半场终结之前来一个 buzzer beater！ 哇，在篮底下呢，曾祥军倒地哦，而且扶着膝盖，看起来状况不太妙。对他扶的是膝盖，那哇，真的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一点哦。嗯，许昕哲教练也是第一个冲上来关心自己的球员。给到德威，再转移出来，陈正杰三分线外跳投45度角，狙击枪 Stephen Hicks 也有。Singletary 给到45度角的张宗宪，外围也来一发。哇，张宗宪今天手感发烫，得分再度上看20。张宗宪地板传球，小夫飞身灌篮得分。赛瑟夫在外围拔起来，赛瑟夫也来喽。波口往禁区塞，绝人样篮底下插板得分。钱肯尼挑战曾文鼎，进算加罚 M1。哇哦！来，差点出现失误。张宗宪时间到点的跳投，这一球算不算？这一球算不算？哇！时间到点的情况下呢，裁判说要看 IRS 来检视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球，所以这一球是不算的。哦，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不算哦。目前为止站到了比赛的最后12秒，99-96，阿敏在高位三分线外，弧顶跳投有了三分球，水平的三分弹，99-99，阿美战士杨志敏，99-99，这一波防守对于梦想家来说相当关键，地板传球张宗宪 for the win。往前面，走 ，look forward。然后剩下我们要把细节做好 ，do the right thing， 就我们以前讲的。所以球传，你来打。这样你不见得会下，如果这边传的时候可以杀，直接要杀。中线，来这边打，中线。志杰，来哥，这边过来，来，切换，中线先下。所以你一二，文成打三，哥哥，好。台湾新之蓝 Plastic 元年史上第一场的延长赛，就出现在关键的总冠军赛第三战 ，Singletary
率先开张，辛特利他拿手了快攻要时间，单打 Hicks 硬上得分，漂亮给球 Singletary 计算加罚 M1。辛特利呢个人包办了在延长赛当中目前为止富邦的所有得分，今天个人大三元的演出哦。最后的比数呢在延长赛打完，富邦勇士以114-110打败了台新梦想家，也拿下了总冠军赛第三战的胜利，取得了2-1的领先优势。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打完48分钟才会分出胜负。中间假如有任何的问题、疑难杂症，来可以来跟我讲，我开处方签给你们大家，好不好？好，我们用爱的鼓励来代替责骂。好，爱的鼓励，一二三。好福啊，好福！前战勇士在延长赛中踢馆成功，系列赛取得2-1的领先优势。今天是勇士能够停牌，还是梦想家扳平战局？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了。钱肯尼一开赛就走底线了 ，Singletary 来了三分球。哇，结果这边出现失误了，非常成功的超级。这球抛投稍短，但篮底下有 Hicks 把球给点进去了。哇单节的第二颗 Mike Singletary 加锋线收球往禁区打，要挑战李德威，没有错，成功了。林俊杰在湖顶，难道阿吉要睡醒了吗？台湾喷射机抄走了球，这是一个 showtime 的机会，飞进来轻松的跳篮得分。小夫用勾射的方式要到分数，变向再加变速 Randall Walker 弧顶出手的机会，三分球来了。重新打出信心的还有杰慧如啊，个人连拿5分。哇，今天铁了心望要往这个点来打，在身高有优势的情况下，211公分的塞瑟夫面对王博士，用后仰跳投的方式，塞瑟夫在第一节 on fire， 蔡文成在篮底下，哇，辛特利掌控一下节奏，石伯恩在篮底下有空档出现，辛特利漂亮的助攻，44-29，比数渐渐的拉开，漂亮的转身单打成功，哇，像战斗陀螺一样哎。三分线外出现了犯规，张中线利用单挡找到了塞瑟夫，漂亮的挡拆战术，比数是越拉越开了，48-32。Step back， 哇，个人连拿5分，林梦学在篮底下，林书伟底线接球 catch and shoot， 塞瑟夫。Hicks 45度角拔起来，哇！石伯恩在底角，三分球也来了，哇！哇！塞瑟夫，哇！赖廷恩把球抄走，蓝洋小跑车甩尾啊！不，阿布，阿布。好，这场比赛正式的落幕了，115-90，最后台北富邦勇士是以25分的差距击败了台新梦想家，目前在系列赛取得3-1的听牌优势。Let's go！